上百位松山区各里报名参加活动的民众一早就来到溪口码头集合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得先做暖身操，跟着老师带动跳活络筋骨。松山区自2008年推动健康城市以来，在各个单位的协助下，每年举办各种区民活动，推广乐活健康的概念，帮助民众促进身体健康，并且联系情感，因此每次举办活动都获得民众热烈响应。松山促进会主要是推动松山地区的那个健康促进活动，我们最近有跟一些里长配合一些健康活动，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推健走种子的培训，那还有六月份的时候会在松山运动中心办理区民的游泳比赛跟瑜伽体验，到时候再欢迎到松山促进会报名跟区办公室。感谢我们区长今天办这个春游郊游去哦，而且区长平常很认真，所以老天爷给我这个非常棒的天气哦，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走得开心，走得愉快，长跑身体健康，我们大家远离疫情。提醒大家，在座所有的领长志工，每个里的一个灵魂人物，记得一件事情，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希望大家待会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健行最好的就是要活就要动啊，每天就要走，才会身体健康，对不对？啊，今天天气也很好，但是还是有一点风哈，提醒大家要保暖自己。那祝福大家都可以走得很愉快，走得很健康。松山春游踏青去居民健行活动，沿途经过山水秀丽、资源丰富的基隆河段，民众可以一边运动身体，一边感受松山区的美好。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活动圆满完成，大家相约明年再见。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